来要去姑妈家见小侄子，遇见了这个女孩。喂，大姑。哎，小凯，你到哪里了？我突然有点事儿，我妈让我回去，说有那个人事大事儿，让我回去。我饭都烧好了。我不好意思啊，大姑。你在哪？我得走了。这么快？这么快吗？可能没有缘分吧。 Hello， 能打扰你一分钟吗？就是那个，我身上有点现金花不出去，然后你这些我能帮你付了吗？然后你等我转给我。哦，我的小习惯记录美好生活可以拍到你。可以加美颜吗？啊，行。行。谢谢你啊。 你买那么多零食干啥？嗯，哦，给我那个姑妈家那个小宝宝的，那拿着嘛。你不也是小宝宝吗？哎，那我怎么转你啊？哦，等一下哦。那我加我吧。哦，不用不用不用，你扫我支付宝那个收款码就可以了。这里。谢谢你。 你笑什么？我以为你过来搭讪。哦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我不太会搭讪。行，那我走了哈。嗯嗯，拜拜，今天谢谢你啊。你回头干嘛？我看你这个人好奇怪，哪里不正常？ 你是南京人？对，哦，我姑妈也住这儿，她今天带我那个小侄子出去，不知道干嘛呢。我还不知道去哪呢，你呢？我今天休息，但是我跟我朋友去。哦，男朋友。哦，行。哎，你知道这附近哪有奶茶店好喝的吗？嗯，会有一家。那边是吧？ 因为他们家有啥好喝的没？嗯，我不太记得了。记性不好是吧？那行，我让他推荐吧。那我走了哈。好。你咋还看我？你又回头干嘛？我好奇他。 来干嘛？哦，说说起来挺冒昧的一个，我想怎么下水来着？挺好玩的。嗯。想不起来。又想不起来。嗯，好吧。我闻闻看呢。你干嘛？哦，有点像那个香烟之后是不是？你帮我看看。没有，查不到了。 那好，那没事，我先走了哈，拜拜。你咋一直回头？这谁听得住？我不走了，那哪敢走？你一直回头哪敢走？那爷呀，那你奶茶。 你帮我选一下，我怕我选的不好喝。你赶时间。还好，那走吗？你帮我选一下吗？你人还怪好的，我感觉。哪个比较好喝？这个比较好喝。你这边糖度可以做几分的呀？那我听到我跟你去糖。哦，有没有更甜的？ 更甜的，跟它一样甜的有吗？最多就是，那全糖。我喜欢喝甜一点。你，大北，你要吗？啊，我不用。你不用糖是吧？我给你做一样的嘛。啊，做一样的。嗯，行。本身就很甜。<笑>那你去那边坐一会儿吧。好。那没糖了哈。 你要不要给你闺蜜带一杯？你问问她想喝啥吗？真不用。
不用，他不喝。那我买来吧。谢谢。你等会要走吗？我等会打算跟踪一个陌生人，然后跟着他在南京转一转。你看一下他，他往我就跑，你不觉得这样很漫无目的的，可能会有不一样的风景？这不就遇见你了吗？你要不要一起？就是一起跟踪别人，这样不容易被发现。这不好吧？要不我跟着你也行。我们俩是熟人。五元先生，哎呀，再送一包呗，再送一包奶。完全没想到你会是这样子的性格，我觉得你是个高冷的御姐呢。啊，我挺高冷的呀。哦、啊？五元四包拿着呀，阿姨。你真行。阿姨，祝你卖出去卖的更好。谢谢。我跟你讲，我之前去虐财，然后我去买了那个鸽子屎之后，然后我在那喂，然后结果鸽子还站在我头上。然后鸽子就是到我一身，然后旁边都鸽子到拉你一身，不是拉我一身，就是他们全站在我的头上，不站在我的肩膀上，就是站在我的手上。为什么全过来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们就是鸽子神吧。西哥，西哥体质，我是鸽王。有点手酸。那我帮你记录了。多什么？害羞。害羞哪？你害羞了？你咋谁千变万化的呢？就是你害羞上了。这是南京话吗？这是河南话。河南话。他一路上都在讲的手舞足蹈，电影还没赶上，还被骂了，莫名其妙的。我那天我好惨啊，那就是一旦水逆，好像那这坏事就接连的就会发生。嗯呢，但是遇到你之后，事都变好了呢。哎呦，我这么重要？嗯呢。磨的会疼吗？要不你试一下，我帮你记录。你果然是歌王，他们都不来吃。他来都不来，果然我是歌王。吃了。好啊。吃完了。走了。我们在说誓词，好吗？你知道为什么要在这儿说誓词？鸽子是所有动物记忆力特别强的，所以在这里说下的誓言名字。在这儿你有什么？那你会想我吗？你在这里说的每句话，我都会记很久。音乐台的鸽子真的好浪漫。我就是那个铁扇公主，只能去相亲。我发现你好反差啊，就是打扮得很高冷，然后没想到这么活泼。那不想活泼了吧？你这是干嘛？你这是危险。不是我为什么要听你的？因为我是公主啊。
你是公主，那我是什么？你谈一下我会变你的王子吗？没有，你被骗了。我变王子了吗？没有啊。为什么？童话里就说经常变。你看。你怎么怕了？他说会看手线，就给我分析了很久。有点像了，感觉你不是一个很幸运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就是遇见你还不够幸运。可能就是遇见我之后会变幸运。干嘛？黏你啊！鸽子看到我们俩会觉得我们有什么对？你觉得我们俩做的很幸运？你靠这么近啊！哦，别人都坐得很近啊，真不是。你有歌王，好吃吗，宝贝？好吃吗？看我干嘛？多吃点啊，宝贝。你桌子自主了。你看这个人长得就是很笨蛋，像纹身了一样。哥爸，别吃我了，吃他了。对，他是歌王，他真的很帅，你有优先择偶权。像我有优先择偶权吗？仅对我有效。一上车他就有点疲惫了，困了。有点睡。睡不着，失眠啦？还是有什么想念的人？我都看得见你，没想。靠着。后来我们又一起看了秦淮河。好大一个呀。你在干嘛？这不是下来吗？不会可以记录我吗？会有个战区，战区。你小子。有的晚上看。他不看的。不看，晚上不看，早上看，醒了就看。谁要看你啊？中午也看。我感觉你有点像我一个亲戚，好像。什么？你是亲戚吗？不是，我妈的儿媳妇，像不像？你看我一眼睛，你就回头。你一天都这样，你离不开我，坏女人。果然得找一个粘人的。谁粘人啊？我啊，粘人，我不走，你不回头看我。那你看，那是吧？我们逛了一晚上。他们不问别人，就问我们两个。是我们俩太搭了吗？看对呀、啊，不问别人就问我们俩。我觉得宋一朵刚刚好，你现在是吗？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？那我们不录了。我们又聊了一些彼此的三观和性格，还有感觉。满意了吗？满意了吧？可以录了吧？我晚上回去听，可以吗？咋不透了？你看透我了，你就没感觉了，对吧？你看透我干嘛呢？那就想了解我，我们就慢慢处了呗。你又不在南京，又是异地，怎么了解？异地了解一个人太慢了吧？那就做朋友呗。做朋友你不甘心？谁不甘心啊？啊、哦！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，不甘心，不甘心，不甘心。遇见你真的很开心，真的很开心。我怕死。现在给你500多的时间，加我的微信。5 4 3 1。不是，你的数那么快？加了也没用，犹豫这么久，你已经是数了。我在想，怎么在给你这么多的存在？你不是
他老师能找到我吗？要不我们来过？什么过？来过我们那个无敌连环牢固拥有公司。我给你拿东西。我是小蝴蝶，然后他可以做一个女人，我给你带。好看吗？啊，那你什么时候回来？你想我的时候，我嘶的一下就回来，嘶的一下。那我咋？大后天晚上再想你吧。那你明天后天呢？那不叫想。那个什么？那叫回味。你等一下，我去给你拿个东西。嗯。这是啥？这是我最喜欢的熊。那我把它送给你，然后它就可以陪着你了。给我。不然呢？跟你今天喷雾香水很像吗？那当然了，我不天天抱着他睡觉。天天抱着他，那我也抱着他。嗯，看我们不行。我可没开玩笑。我也没开玩笑。小熊，你要换主人喽。准备好好对他。你跟他说。以后我照顾你好不好？他抱起来还挺舒服的。你要不再抱抱？嗯，照顾好自己哦，小宝宝。嗯，我知道。我没跟你说，我跟他说。走了。你咋？啊？咋了？我在洗脸。你不说睡前看看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我看了呀，我每天睡前看呀。姐把你放地上，你把你放网上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？小凯，什么意思啊？那我删了。有什么用呢？删了有什么用呢？我姐妹都刷到了。不好意思。臭男人。姑妈家你去了吗？还没啊。没去，走了。那你下次去的时候记得来找我哟。你是不是故意打电话的？没有啊，我就不小心摁到了，就是不小心的，就是不小心。想我了？想我了？我看你就是。没有，瞎说，你瞎说。